们现在呢要举办2024年八岁的工作室万力比赛，哇，阿丘巴大赛。我赢的话，等一下我请大家去吃火锅吃到饱。哇！去吃火锅吃到饱。哇！阿也可以的话，你要吃。我请大家吃肉粽和吃到饱。顶多只能加一颗卤蛋，只能加一次而已。八岁应该是全村的希望哦。等一下，这个这三个准备吃肉粽。2024年第一届阿丘巴大赛开始。怎么会有人在笑？我要吃火锅。怎么一点刚睡醒？因为现在真的是早安，真的是早安。我们现在时间是早上10:12，刚早上起来，大脑还没开机，还没开机。我们喝点酷咖啡因，轻松小品咖啡牛奶，优惠活动哦。而且刚好剩这两瓶，剩这两没了吗？没了，后面已经没了。我们要把 seven 的，我们要自产自销。我是咖啡，然后下面是牛奶。那这边谁是咖啡，谁是牛奶？他是牛奶，我是全脂牛奶。你看，我们还没有喝光，是拿着我们的轻松小品，一整个精神都上来了，整个就来了。好，我们是不是一起马上去结账？好，赶快去结账。早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东海大学。哦，这个很明显吧？这很明显吧？这很明显是南台科技大学。我们今天来到东海大学，哎呦，东海大学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你看，然后一个学校大广场长这样子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很像日本的神社吗？我发现东海大学学校也是蛮辛苦的，校门口到你教室大概有10分钟的车程。对，10分钟是车程哦。算了，我们问路一下，真的，我问路一下，我们要去哪一所？那是什么？我们要去工学院的大学一的108。啊！我们是地瓜学生。地瓜，你叫人家地瓜学生。地瓜啊！哦，挖胃骨色骨香，真的骨色骨香哎。是这里吗？我们看一下啊，我好像是这里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，不会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你走进我工作室，我们突然把你分支了。你醒来的时候就在床上。我在走楼梯的时候有点犹豫。你在走楼梯的时候有点犹豫。走梯有点痛。我现在演讲完了，工作做完了，好可爱哟。到处都是乳流，都快要乳流哎。我们刚刚演讲拿到的欧米亚给。欧米亚给。我们现在在参观东海顽皮世界。我是骑马哎，他这边可以集中骑马。我竟然不知道你在东海大学里面可以骑马哎。在这个大学里面可以体验。这几座东海大学很顶哎。哇，女生再见。哇，男生是不是不敢坐？我有点怕。你会怕？我有点怕。这就是当古人的感觉吗？啊，我要上朝了。我今天来演讲。小美是，男生你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胆哎。我来去解救男生。哦，对，真的。哇！没有，男生你吓出一身冷汗哎。所以你不敢上去坐，对不对？你刚刚一直说要不要起，我不用。你在干嘛？我这几点了？2点了。我在看我们的工作群组。我们一开始工作群组很认真，我们讲说哦，要买水果刀，要买吹风机哦。然后开始那个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工作群组。群组是谁？这个是我们的合作伙伴。这是乙方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应该怎么了？我们工作群组里面有自己的贴图哎，拜托。哦。来啦！你是小美？什么啦？女生。真有人刚睡醒的。我睡觉会有照片啊，我好害怕啊。然后我们下一组直接出这两天。好，会真的会有人买吗？我自己先买。我自己先买，我买来对付客户。早安。
好早哦，现在是凌晨五点。我们现在在凌晨五点，史上最早的广告。你要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早吗？因为今天是银邦的迎娶，迎娶，我们今天要迎娶银邦。乱讲，我们今天是银邦大喜之日，他怀不是的，银邦娶的。银邦他买房子，他今天是大房子，他们终于要入住他们的新家。我们现在是一个举行立储仪式。海水，那个有流动的感觉，所以全部都打开了。那瓦斯炉呢？瓦斯炉先不用，水龙头跟窗户就好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打开，进行一个打开的环节。我们应该不用开全开吧？全开到这两开，就全开，有流动就好。要撒钱了，哦，要撒钱了，那么快？好，我们现在凌晨五点，那个楼下住户，等等，那我们先进行一个风生水起的动作。好，我们来风生水起的跳舞，是不是风生水起？12.50块，放进来之后加水，洗钱防治法。哦，洗钱防治，你到底会洗钱？怎么有人？怎么会在凌晨五点的时候洗钱啊？仓鼠教你怎么洗钱。如果要用，之前有摆的没摆，没摆头。不是，我们放，这有中间吗？你放椅子上好不好？哦，我们放椅子上。这可以吗？这电。在撒钱之前呢，我们要在每个抽屉里面放啊，对，红包袋。哦，这些要藏钱了。对，要藏钱了，所以我们一人几包。是红包特香的。耶耶， yeah, 我拿到红包了。满满的红包。觉得这是什么？哇，复活节藏蛋是不是？好，彩蛋，装彩蛋。好，我现在来看。哦，男生你要放鞋柜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、啊、怎么满了？哎、欸，你放眼看，你看，怎么会有人把维他命把30天的维他命啊，然后放在衣鞋柜里？而且我的白色，旁边是蓝色啊！哇，我第一次看有人分装30天的。你为什么是在这边啊？这边是钥匙。好，放进去。我们在这个柜子里放一个。好，我打开看一下。你要偷看人家厨房？放过了。都放完了，冰箱。冰箱，冰箱没有人在放冰箱吧？冰箱撒钱环节了吗？好，可以。啊，你说你有带钱来吗？我有带钱呢，你们要看吗？哪个？因为银邦说那个要撒10块，就我让小美特地去换了50块。这也太多了吧？我们来撒钱，这是你的薪水。我记得被打一下。对，钱生钱。对，钱生钱。钱生钱可以。哇，撒的优秀哎！啊，你怎么没有讲福气的话？然后你还在那边踩那个门杆。财源广进。你都撒完了。野原广志吉祥如意。野原广志。野原广。有人在嬉皮笑脸。那剩下的我们就放在聚宝盆里。哦，对，要放财位。我没有聚宝盆，我们怎么聚宝盆啊？这可以当聚宝盆吗？这会漏呢，聚宝盆应该不会漏呢。要类似一个这种泡棉的，像是哦。你有没有准备？我没有准备聚宝盆呢。我有聚宝盆。哦，要聚宝盆，真的。我本来要拿来当壁我在这后面选别的礼物。能撞破吗？如果撞破，我会笑。拿出来，然后撞破。就把钱都装进去，然后一样跟那个很像，装一些水进去。你要钱到吗？还是这样装？这样好像蛮好的，这样蛮好看的。嗯，这太多了，反而不好看。小心啦！哦，我好害怕。然后我希望他的脚可以撑得住。我害怕。哎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耶。我觉得很年轻，还蛮符合你们的妆容。哇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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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严凯，这就当你们礼物了，我这个礼物就不送了。我看到你有两个礼物是不是？哇！那我们现在下一步是什么？红白小汤圆，汤圆要先用自来水冲一下它的粉，等一下再冲，要放下去之前一次。我们现在汤圆博士加教授小美要教学怎么煮汤圆。黄轩捡到。就是他平常用嘴巴，用嘴巴。声控老公。
因为你们要搅拌。焦糖口味。哦。汤圆。把它搅拌一半，会粘底。这边水不知道够不够。它水有点少。而重点是要整盒倒进去。我想说，我煮个半盒子。我想说，那个水量好像。七八次早餐吃到饱。汤圆吃到饱。我还在膨胀了。我还在膨胀，可以。好可爱哦。你吃。好像试毒一样。就没有少。嗯，可以了。再煮一下。哇，好喜欢这种氛围啊！有点。对，礼厨就圆圆满满的。礼厨永远结束在最重要的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我们要看大家，不是，我们要看大家的心意是什么。乙方的同事呢？啊，同事。究竟准备了什么礼厨？入错礼。乙方他们这边的 新家的冷气都是我装的，就是他们冷气老板的部分的话是帮忙协助安装他们家所有的冷气。对，冷气是我的入错礼。那我们现在来从小女儿开始好了。哦哦，你今天我请问我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是不是？是。哇、oh. 哇，谢谢千惠，很适合今天晚上先喝酒再睡觉，在那个在安床，在安床，在用身体安床。这是什么啊？是什么啊？哦，招财吗？是什么东西？你把洗的好自由。哦，招财吗？这里出现了一样在完全不符合你放房子风格的东西。请问放在哪里？它可以放在宝可梦那一层。没有，我的很正常，我是这个。哦。哦，那个、这是什么？挂式的那个挂烫机吗？哎、欸，我超想要买这个的。因为银帮都穿衬衫。你这个礼物实用到我有点不太像你的风格哎。原本以为他会送这个，我原本以为他会送这个。我现在欢迎各大厂商，知道可以找谁业配吧？我们这边有一个员工新婚还新房，这边什么东西？你现在最缺什么东西？情趣用品。啊、其实呢，现在已经有一个厂商在找我们业配。是什么啊？那个厂商就是，哎、欸，没有错，我们新婚房甜甜甜，当然就是要业配我们的米乐爆米花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米乐爆米花全部都是由铁罐装的。Oh. 然后它除了爆米花以外呢，下面是我们的曲奇饼。米乐爆米花呢，他们除了跟吉玛以外，他们也有跟很多图案的IP。我刚才就想说卡通。而且他们这一次最新的联名是跟吉卡哇。哎，吉卡哇。可是厂商没有订吉卡哇。厂商，我想要吉卡哇。除了联名款以外呢，他们这一次还有圣诞节。可以买来交换礼物。那我们要先吃哪一款？屋主先挑吗？屋主可以挑曲奇吗？我叫你挑爆米花。那我想要吃焦糖的。焦糖、哦，它里面还有一层包装啦，哇，相当之香啊！真的、哦，我看看，相当之香。哇，这是焦糖的吗？对，我马上把焦糖倒出来。它这个颜色相当之入味啊！对，你也看到没有马虎？我们去外面买爆米花都有点白白的，它基本上98%。跟我一样大地色，都是大地色，没错。这感觉去绿岛打工换宿三年了。嗯，哦，香的不寒，很好喝，又不会很甜，而且吃起来非常的脆，酥脆，很好吃哎。请问要发挥它的作用？好脆哦！你是不是想被开除？好恶心！爆米花很重要，它的脆，我不喜欢软掉的爆米花，软掉就会变很钝。他喜欢硬的，你喜欢硬的。这个嘞，这个是咸的。玉米浓汤，它是白白的，看起来也很。它是玉米浓汤，哎，玉米浓汤是咸的。这个玉米浓汤是非常复杂，非常复杂，非常复杂。这是公式吗？不止太甜，因为外面很多那种玉米棒，它做的太甜，然后你就感受不到那个玉米浓汤那个香。哦。它这个是会咸咸甜甜，它不会甜太多。哎，你吃了吗？好吃。欸、我是个超爱吃曲奇的人，巧克力曲奇，哇哦，哇，好漂亮，曲奇好漂亮，哇，屋主先拿一个，哦，屋主先拿一个，
假滴滴没你，没有没有要谁好心、哦，大拇指的，好大、哦，好大、哦。我觉得李楚当天就是要吃点圆圆的、甜甜的东西，圆满。所以这也是很适合当李楚里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现在只要是我们的专属优惠码，2411VSUAN799，满799免运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3000VSUAN300，满3000折300。哦，可以。那大家还不赶快买起来？资讯栏买起来。